不舒服，不舒服。嗯，你看，老师多么的奇怪。上链接就交给你啦。鞋子有飞翔，我也是觉得给林音比较好了。我因为考量 boss， 好吧，变相学习加的也还蛮多的。老婆们，每个人都有鞋子，不要争吵，不要争吵。大家可以互换。肚子饿着无法战斗。哇，他又给我们可乐饼了，真是个超棒的阿姨。真的，我觉得为什么要丢给孩子们？那些老一辈的自己去打，我们年轻人在这边休息，吃了炸肉饼就好了。食谱要买啊，要买啊，可是这里都没有啊，还没有食谱啊，不要着急。感谢超级留言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所以你看我每个可以购买的我都再重新点了，确保每个都有买到。嘟，所以变相鞋其实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变相鞋4000块。学姐，你没有冰箱鞋，一定要给你穿啊，哪有什么问题啊？衣服，拜托空，你这再不穿怎么可以呢？有 ，OK， 没问题，妥。护大家有啊，你的衣服有够强啊！地震时候撞到腰，真的老了时候真的很容易各种的受伤，所以一定要多运动。哎呦，他说那个小黑猫在。盯着他，小黑猫很怕怕，喵喵喵。买一买，不会又没钱了吧？拜托，我有的是钱呐、啊，还有67000耶，67000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数字吗？可以去买地堡啦，大概地堡的。1/1的租金，值啊！幸福在这里当大吃货，这不是秩序吗？不是要找猫吗？我们在找啊，地毯式的啊，慢慢来啊！猪排饭，要想获胜就要吃猪排饭。哎呦呦，不错不错，你看食谱这里都买过啦。猪排饭，秩序，这不是秩序吗？大家都很担心他，没错，我们还有很多人，学长。已经不孤单了，没错，就是必胜的猪排饭。这个玩完希望可以玩闪鬼三，没有办法，中文版还没出啊，我也想玩啊，中文版就跟你们讲遥遥无期啊，没有那么快的，完全没有情报。猪排和鸡排哪个比较好吃？如果不考量
价格，就是价格无上限的话，猪排比较好吃啊。就是那种很贵的猪排，真真正正好吃的猪排。啊，鸡排的话是平民美食啊，就是你鸡排基本上你再怎么贵，它也只有到一定的 level， 很难到更上一层。嗯，所以以50块哦，那一定是鸡排。嗯，100块以内的猪排通常都比较没有那么好吃，很柴。靠闻味道来到这个地方，请原谅把你丢下的我。他闻到你的这个老人味啊，啊，你的老骨头，那狗鬼太厉害了。阿姨已经找不清楚状况啦。英雄的最后的诀窍。Never give up， 永远不放弃。英雄是无敌的，钢铁的富尔高妹。那有没有看过假修？无敌的富尔高妹，有没有无敌？永远都会再站起来。小庆，加油加油！叔叔，谢谢你。哥哥，30岁已经是叔叔了。嗯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哥哥，谢谢谢谢。嗯，但我们可以叫一些人，不要这样好坏哦。大家好不好？都叫哥哥，请叫所有的实况主为哥哥，不要因为人家已经过了30就叫叔叔。嗯，是叔哥哥救了我们。嗯，单身30年的男人经历，我知道他的毅力是什么。我一定要活下去，我要交女友，我一定要拯救他，拯救他。10年之后我就有女友。哎，嗯嗯啊，我还以为，我还以为早苗看着他会有没有有点心动，结果完全无视，只跟我们聊天。呵呵。哎呦，有注意到他，有注意到他，可靠的人，就一句，然后再也看不到了，了解。让我们看看这一回运气如何。墨迹还可以，还可以。财务避免浪费，我没有浪费吧？欸，我买每个东西都是必需品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浪费啊，没问题。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运势。急，恋爱不慌不忙的培养，哈哈，当然不慌不忙啊。看看我们有这么多的，哎，这就不多说啦。啊，不慌不忙啊，气定神怡啊。嗯，要多少有多少啊。没缘分就这样放弃呢？不要放弃啊，永不放弃的精神。这里看出去很狂啊。外公，从没想过的真相，无法想象的程度。没错，我们要亲手掌握未来。没问题的，外公。では聞かせても。なんじゃ。なんじゃ。変わりないみたいじゃの。ではまたの。有没有有没有这样？他每次说难假，呛翻天。注意树附近，因为我想说，这游戏它应该说轨迹系列的后期都有一个小 bug， 就是有没有
我们可以看地图。那有猫咪的话，其实应该就会有任务。所以，哎、欸、嘿，没有任务哎、欸，就只是在这里。小猫咪，野猫啦，野猫啦。神社这里有养猫啊，它以前就有了，是不是都没注意到？哦，刚刚这样晃过去，你们就看到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说，真正的猫咪它应该在地图上会显示任务。反正如果没有的话，到时候可以再找一次。No 怕怕 ，No 怕怕。哦，大家都可以联系啦。如果你的人生只能打最后一通的电话，你要打给谁？我打过去，就对方没接，GG。太垃圾了。现实很多抽签的寺庙都把凶拿走，是哦。凶或大凶应该会拿走啊，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，因为像我记得寺庙就是你小凶的话，我不是指，反正小凶的话，我给大家看，它神社旁边啊，日本就是那样子啊，日本就是神社嘛，然后你抽完签，在这边可以抽签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这个铁的东西，这个就是签。签筒，然后它就会写数字，然后你拿出来看是什么。如果是小吉以上，你就是可以带走；如果是小凶啊，或者是凶，那你就要把它系在这个树上，有没有？这边是树上，它不是许愿哦，就是你如果是凶的话，就要系在上面，然后去祈福。对，它就会帮你化凶为吉啊、嗯！不要想歪，不要想歪。大凶很少啊，大凶很难，越描越奇怪了。哎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他讲个电话，然后看着他，你 是变态？我不会把女儿交给任何人的。柳先生究竟是谁？柳先生也试着联系顾客单上所有的人。哎呦，心被柳先生给拐走啦！柳先生是谁？日本没大凶哦，真假的？这我不知道啊。毕竟，对不对？要我去抽，哎呀，大吉大利，好不好？我都是大吉，哎、嗯，吉吉，没问题，妥妥的。いらっしゃい。いらっしゃい。这被我们花光了。哎呀 ，OK。それじゃね。哦，还有新的哦，聚聚乐屋。哎、欸。聚聚乐屋有新的吗？还是我们已经换了？传奇的组合星埋藏在此，哦，感觉很强哎！显著效果的 SR 元素，狮子王和八尺鸟。X 驱动的时间增加。哦，特别。呀，我那时候去抽，我有那个、啊、拍在那个 FB 啊，私人的 FB， 也不算私人啊，就是朱古力那里。好像是小吉啊，还是末吉而已。正义风完成，
超大牌女星。他明明就在换妈妈，他哪有换孩子？嗯，姐姐真是魔法师。真的，身陷困难的时候，互助的精神很重要啊。像我记得以前就有报道，那时候日本真正大地震的那时候，他们的补给的商家，大家都还是要去领补给物，都是井然有序的排着队。那如果换成别的地方，可能就会啪，大家都在那边抢来抢去，小心黑天使。呵呵。